行了，刚才那号也是逆袭了，这号必仓库。靠老玩家回归升的级，第五有人免费带你，还不让你当小偷。那你的辅助技能的话，我觉得几种可能，一种是奇门遁甲，一种是妙手空空啊。妙手空空啊，妙手空空十级，加七级宝石摆摊用啊。这个号是上来打广告的，60万的武器，要是如果啊，兄弟们，60万的武器一定不是物理系的，物理系的武器女武器卖60万，它的伤害都得达到900了啊，16段宝石，也就是这把武器的话分为三种可能啊，用900减去啊133.33，这把武器出伤766啊，破520啊，加魔破无级别特技，这个应该是一个无级别放下单加啊，这把武器应该是个无级别放下加单加啊。哎呦我操，等一下，这是同时满足了条件2和3啊，既加魔还加特技，不过这个特技啊确实来，我们先看第一波物理系啊，物理系的话用525除以个3，再加上个528啊，纯伤703啊，那跟766的跟物理系用的差距太大了啊，这把武器836啊，十多，物理系的话是10多万的水平，这把武器法系用啊，法系高伤啊，451国标再减去一个528，这把武器爆了77点伤害，这把武器你算法伤就行了啊，法伤非常的高，用528再除以个4啊，是132的初始法伤，21的魔啊，熔炼个我看一下啊，160是39，150是37，140是35啊，35减去21啊是14，能熔炼14，那熔炼个10点很容易，加21再乘以个0.7，法伤的话132啊，在初始法伤是153啊，还带特技，而且棒子的话魔王啊、龙宫啊、天宫女拔非常的主流啊，就换一句话说，除了神木林不能用，其他都能用。